Hello， 伊甸园的好朋友，大家傍晚好。现在的时间已经快接近傍晚的五点，然后我现在在我的主园区里面哈。那我来第一次记录一下今年的这一棵果树啊，这一棵果树是我们园子里面的一棵比柿，哦，柿子的一种比柿。然后今年的花况也相当不错哦，非常的好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那这一棵的比柿种植是我们丁子秋的那个阿伯啊，就是上一任的园主阿伯种的。那目前啊，抽了新梢之后，这些花来得很漂亮啊。各位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，哦，花况相当的不错。然后比柿也是哈，我们这是一颗，它就可以自己授粉，然后挂果啊，比柿。那比柿相当的好吃，而且它自己的后熟之后哈，非常非常的甜啊。那对这个果树植栽的一个照顾哈，我们大概在这个阶段花况之后啊，有一段时间哦，就是会喷那个苏力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叶子哈，尤其像现在的叶子很漂亮，目前还没有看到。可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哈，就会有它的那个病虫害，那个扁刺蛾的幼虫哦，扁刺蛾的幼虫会在上面哈，那个摸到的话都很痛啊。那我今天是到园子里面来灌溉，那顺便带各位来看看今年的花况，相当的好。像这样子，你看镜头上面的这一些哈，很多很多的花苞形成，啊，这边也是，啊，就只有一颗，啊，一颗的比柿，啊，就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哈，这个果树植栽，啊，你看拉一下，啊，上面很多很多的花苞，啊，所以光这个季节站在这个地方看着绿叶。上面有一些漂亮的花苞，也是相当的不错啊，相当的不错啊。这里也是，都是花苞。好，那比柿成熟的时间哈，会落在秋天啊，秋天，所以现在才四月份啊，现在才四月份，那后续的时间还很长啊，所以还有很多的。那一个阶段要度过啊，开花完之后很容易就是开始落花吧，哦，那花会掉了很多。那，啊，再来就是病虫害啊，扁刺蛾是最大的扁刺蛾，那少部分那个黄毒蛾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在园子里面一边的浇水啊，那一边拍摄哈，啊，来的花的样子。好，分享给喜爱果树植栽的好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